锵锵三人行，今天是徐老师帮我们请来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啊，郑培凯教授。你们两位啊，这个教授许教授郑教授，而且都是在美国大学待过的。今天我倒想请你们俩教授说说中国的学生啊，中国的一个留学生在美国制造了这个事件，全世界的新闻呢，轰动性的新闻，就因为一个浪漫，因为一个吻别，然后不守规矩。造成你知道，就是在美国的新泽西州有一个纽瓦克机场，估计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但是咱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新闻，引起的震荡很大，我们来看一下。七号，美国安全部门公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上周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国际机场有一名男子没有通过安检，违规进入了警戒区与女友吻别，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恐慌。机场安检人员要求数千名刚刚通过安检的乘客重新接受检查，并对吻别事件发生地 C 航站楼实施六个小时的关闭措施，许多进出港航班都因此而延误。据了解，江姓男子是江西人，目前正在美国留学。根据他室友的介绍，他在机场吻别的女友是跟他同一所大学毕业。你看，就这哥们儿，在这个小伙28岁，你也不知道他是叫蒋海松啊，还是叫江海松啊，还是叫什么？反正是个谐音。他这个样子还蛮可爱的，哎，愣头愣脑的。对对对，看着就像那不会闯禁区的、啊。他当时啊，实际就是说，你也可以见到美国的这个现在的草木皆兵。嗯，就是现在美国那个纽约就是新泽西州的参议员，嗯，就说不能这么放过这小子。嗯，说是现在的法律啊，就是说罚款500美元，嗯，最高监禁30天。啊，那参议员不干。干了哦，说他这么一下子闯禁区，说是造成1600多个乘客延误6个小时，不止1600，好像是6000哦，是吗？反正是，甚至还有人算说，整个你要把这损失算起来，上亿美元的损失。他这个机场啊，叫 Newark 机场，嗯，虽然说是在新泽西州，可是它是纽约三大机场之一。纽约有三个机场，一个是甘乃迪机场，一个是 LaGuardia。一个是 Newark， 嗯，所以 Newark 很多飞机的，它不是只是一个小的州的机场，是一个大机场，对呀、啊，是个大机场。然后呢，当时就网上啊，也有人骂他，反正说什么都有，有人骂他说这是个白痴，还有人又要不说损害中国人形象嘛，有人说不用问，肯定是中国人，只有中国人会干这种事儿，那也不一定，就是，但是呢，还有人说。他的责任没有那么大，嗯，真正的责任，你那个机场安检怎么能够放人闯过禁区，闯到安检区？实际上呢，据我调查，当时呢，旁边有个警卫，嗯，这个警卫啊，他的女朋友已经进去了嘛，咱们经常看到俩人依依不舍，然后他已经要往里进，然后这个警卫啊警告过这个江海松，说你不要过这个线啊！但是说完之后，这警卫就一边溜达，听说打电话去了。他不，这自己的责任，他自己放弃了嘛。所以这江海松也是中国人嘛，说一看没人管了，蹭一下就进去了，跟女朋友就这个吻呐、啊，这一吻、啊、真是一吻千金，一吻倾城，不得了，不得了，吻了这一下。而且当时美国这个他20分钟啊，啊，吻了20分钟吗？他是这个人进去一共前后20分钟啊，那很久的啊。他们形容就叫稳瘫机场嘛，把机场稳瘫了。但是就这样、哦、我觉得要是在中国机场早把这人抓住了，愣没抓着，没抓走，这他就走了，甚至他自个儿都不知道有事儿、啊、他根本不觉得这有什么嘛。后来美国这个顺藤摸瓜抓抓抓，他正在健身房练锻炼呢，把他抓了。不，这个很有意思，就显然就是说是这个安检人员或者这个保安人员呢没有注意的时候他溜进去了、嗯、进去以后又停了20分钟，然后又失踪了。对，所以他们担心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恐怖分子这样进去，所以整个机场瘫痪是因为怕我恐怖分子。我告诉你，上次那个圣诞节那个炸弹了啊，没炸比炸的更厉害啊，就那个没炸了以后啊，就像大家以前不是听说过这个，这楼上来了一个人走得很响，结果一个鞋子掉地上、嗯，就第二个鞋子他想，哎呀，他想了吧，他就轻轻地放、下面的人一晚上都睡不着，对吧？现在的这个东西，这个没炸的这个东西，搞得美国现在草木皆兵，就是太害怕了。他这个草木皆兵就是这个人失踪了，所以说不定就在哪一个飞机上，是吧？说不定就是装了什么什么炸弹或者怎么样。换句话就是说，这整个事件呢，反映出美国人现在因为要反恐，
然后他对于所有的东西紧张到一个地步，他就不像以前那么松了啊。所以我是觉得，我的感觉就是说，美国人现在对自由的个人自由啊，人身自由，还有就是说跟自由相关的所谓的人权定义都不同了，定义不一样，这个很有意思。你看跟欧盟就不一样了，现在说美国那边要弄那个什么呢，全身体的扫描，对对对对对对，欧盟就不干了，说这侵犯个人隐私，凭什么扫描我全身？对，但是我跟你说，你扫到李嘉欣那个人就不让他过了，老在那里扫了，对不对？这我也就有一个意外的联想，现在不快春运了吗？嗯，你看反正中国有人做内裤的生意啊，给民工啊啊。这个民工不是回家把钱，每年春运火车上都有被偷的吗？是是是。现在有商家推出3.5块保险内裤，哦啊、保险内裤很多民工要啊，哦、因为他把钱可以塞内裤里头。3000块钱都在内裤上，哦，就中间不能撒尿，就是。但是那也很麻烦嘛。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听说了、啊，我最近听很多美国朋友都说，就说他们这个全世界所有飞往美国的航班，烦死了，那叫一个麻烦啊。我现在都不太喜欢回美国。去天堂的路像地狱。因为到美国去啊，你真是麻烦到。几点？你比如说，我们通过了机场的安检，你结果上飞机之前，他又重新来一遍，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打开来，你手提的一个东西呢？你不是经过了吗？哎，他不行，他说这个我们是去美国，而且不止如此，还要随便随机抓人。我看从这次以后，说明不是随机，每个都要抓，不，他全部检查。他不是随机，他更坏的是什么情况啊？啊，在国内的他在国内的飞机飞来飞去啊，他是有选择的找人重点查。啊、所谓 profiling， 他看到白人的，他比较、当地的这些白人的好一点过去，好一点。他看到亚洲人，他有时候就会把你拿出来重新检查一遍。嗯、我有一次被他检查，我就问了，是啊，我说为什么？你为什么这？因为你看到被重新查的一排全是。非白人，可是，然后你要是还有中东人的话，对，他就一定最麻烦是这样。你那个名字一看就像回教的名字，阿布杜拉呀，啊，对呀、啊，这个伊斯兰，穆罕默德信仰伊斯兰的，好，他管你三教。奥巴马要是没当总统，一定是整天被重点查。但是我觉得这玩意儿，你也是在培养你未来更多的敌人。就是，你又造成这种这个歧视仇恨，恰恰是拉登他们这个恐怖主义的目的。啊、他的打到你的一个楼是小。他打到你的法律的人心，你的国家的原则才是大。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像我去美国比较早嘛，我1970就去了，那整个给我的感觉呢，是美国是一个非常自由宽松尊重你，对对，而且是在细节上都尊重你。你比如说你一到美国，我那时候只是留学生，他说欢迎你到美国来啊，那你的感觉觉得好像很温暖，是吧？现在不是，现在都是简直就是把你当贼看，是、啊、那么这个就很可怕。那么我觉得美国大多数老百姓呢，现在心态也受到这个影响，就是以前呢他没有这种威胁，对，美国除了南北战争， 对没错，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什么嘛，自己这边没什么打过，最多一个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只有夏威夷珍珠港，说现在不同了，现在他就觉得好像我随时随地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恐怖分子来打我，这个变化我觉得在美国是最大的，他的心理的影响震撼是非常非常大，而且会影响以后他的民主啊、自由啊、人权啊，他的态度。你说这个自由和安全哪个更重要？实际上你不管怎么查你，没人说没必要，对吗？这个事情我觉得很难办。而且你们想，如果这个事情他不是一个中国留学生，是一个美国的当地人，这个新闻有没有做到这么大？也有可能啊，因为他是瘫痪。因为他整个机场瘫痪机场啊、嗯、这倒不见得是针对这个中国人的、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的身份在这里面至少增加了这个新闻的这是后来，我觉得这只是后来这个的发展。我觉得美国的新闻现在已经没有特别强调中国人不中国人了、可是那个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他6小时封锁这个机场找这个人，没错，那个很可怕、那时候非常可怕。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就是这个海松啊，他走了吗？他自己完全也不觉得这有什么。抓他的时候，他都很奇怪，为什么抓我？可惜那张 kiss 的照片不太清楚，要不然就是世纪之吻了。
你知道上一个世纪之吻呢？知道那张照片吧？在二战纽约街头，二战结束，不认识的男女两个人在那里啪这样一吻，最后出来好多人认呐。所以那个女的是找到了，那个男的有三个都说是他啊，当初是我符合特征啊。现在这一本世纪的世纪之吻就是这一吻了啊，因为这都跟死亡有关系，都跟战争有关系。那个是死亡的结束，教授那个是死亡的结束。嗯啊，欢乐的开始，现在是死亡的开始，欢乐的结束。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你们觉得是不是有些人把这个事儿聊得过分了？比方说啊，一个28岁的小伙子看着女朋友进去了。嗯，没准儿，你像有些女孩子就说：“哎呀，他女朋友肯定会嫁给他。就是”我说他女朋友啊，想一想就不会嫁给他。你说，因为这个男的不考虑后果的，对吗？但是实际上这是玩笑了。但是有些人，我觉得是不是聊得大了？就是说呢，就是说归结到中国游客呀，甚至有些人聊到在海外的形象，说是只想到自己，不想到别人。在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完全意识不到别人的存在。你们觉得这事儿该怎么聊？ 我觉得是聊得稍微大一点，可是这里头有一个东西让我们反想，这个美国他对于自由、人权还有秩序跟保安到底的冲突在哪里。因为我记得就是我刚到美国的时候，1970年嘛，那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是觉得，包括台湾在内，就是你们呢管得太厉害了啊，你们什么都管啊，然后呢完全不给人民自由，那是一般的态度。那么我们美国人呢，你看就是对你们，我都不认得你，我就对你都挺好的。可我觉得这个态度慢慢在转变，这个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现在感觉以后美国管的可能比咱们还严呢。那我就不晓得。那么中国呢，机场是这样，这个事情呢是偶然事件，嗯，其实不一定跟很多必然有关系。但是有必然的东西就是说，中国人对于秩序管啊，嗯，跟西方，比如欧洲、美国，包括日本甚至香港，都还是有个区别。嗯，你比方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看红灯，你看行人要是碰到红灯哈，你在有些在欧洲那些地方啊，行人看到红灯晚上没人他也不走，嗯，在那里。那这个在美国呢也没那么乖了，他有时候就走了，但是车子从来不走的。 是车子就算一半夜哈，那个路口没车，挺好的。那个车在中国内地呢，现在我看了，你到半夜2点钟的时候啊，车子就乱走了，除非有监视器啊。所以现在就得有监，基本上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说只要我犯的这个错是没人知道的，那就不是错。其实还是法治观念，你知道吧？就是只要我做这个事情是没有被惩罚的，那就不算错。他背后啊，就是说没有人看到我做这个就可以做了。对。那么，我觉得西方他长期来一个基督教影响着，他一个宗教影响着，神还在看。对对。头上三尺有神明。中国古代也有的，现在我们中国人都不怕神的嘛，是吧？没错。这个，所以开车上最明显了，国内很多都是这样的，是就是说，就是说不照规矩办事，只要这个事情是没人罚的，有人罚他，过去他就司机就跟你说这里没探头，就这样。所以这点蛮严重。你比如说是像这个年轻人，他钻进去，其实他知道法律上还有保安跟他讲了，你不能进去。对，那你有一定的法律观念的话，就是。你的精神上体会的话，你就觉得算了，那我就隔着这个亲嘛，对，是吧？我接吻，我就隔着这个线，飞吻嘛，飞吻，对，这个他就一看没人就钻进去了。你讲这种法律的尊严，我是这两天看香港的新闻，我有一点小感动，就是那个大法官，嗯，这李国能是不是？李国能大法官，他好像就要不当大法官了，是他辞职了，最后一次主持什么法治年度？哎呦，我看到香港这个法治气氛，怪不得原来文道就跟我讲过。他说在香港什么人最有威望，你以为是什么特区首长曾荫权吗？不是的，法官，大法官至高无上，就是很多大家有争议的问题，最后要弄一个专门委员会，谁来主持呢？大法官大家都信任。是，你看这个李国能这个讲话到最后，这个带的那个仪式感，比在台上所有的人带着那种假发，是听他讲，然后他最后说我这当十几年大法官，嗯，这是我一辈子的荣誉，嗯，最后经久不息的这个掌声啊。李国能提早退休，是那个香港的报纸形容他叫硬颈啊，嗯，硬和干不是脖子硬
后面是干净的净，净净硬净这两个字形容的真好，又硬又干净。对，是啊，他就讲嘛，他就讲这香港这个司法的这个司法的独立，是司法的尊严不应该受任何其他因素的干扰。而且我就看有的咱们那个吕秋露微写博客还评论，就说在民主方面好像台湾的步子比香港走的是大一些，但是在另一件事情上，就是这个司法独立这方面香港很牛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是时常有人批评中国文化里头缺了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讲是 divine level 嘛，就是超乎人的这个精神。那么这个是一个有宗教意义的一个精神，就是说我们相信有个东西高于我们，那么我们要遵守，是吧？以前也有，以前有儒家的很多经典，那个是天地，以前就是礼仪嘛，以前就是我们的讲的这个道理的礼，君君子子道理的礼跟这个礼仪的礼啊，礼者礼也，啊，那么它有个天理，对对，是吧？以前讲这个，可是呢，它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大多数人呢还是觉得这个天理呢是很模糊的，不像一个上帝这么凶嘛，是吧？那么你真的信了上帝的这个文化系统呢，经常会觉得法律呢是因为它是一个更高一个层次，超乎我们人能够判断的啊。那么这就很重要了。那么我们法律假如有具体的状况做不清楚，那是因为我们人的错误，可是这个法理他不应该会有错误，精神上不应该有错误。现在中国人就聪明了，现在他们都觉得都知道那些法理啊都是人做的，对，都可以改来改去，他们看得很穿，所以就麻烦。最后就是一个点，只要不被人发现，我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你像上次那个王蒙老师在我们这儿讲，他讲他看到一篇文章的观点引起他注意，就是现在网络上这个随便骂人人身攻击哈，他这个文章就讲啊，像你刚才讲中国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甭管他是怎么说，但是中国确实这么多年出现了一大批奴才和想做奴才而不得的人，就是鲁迅的话嘛。他就说那种验明正身，你这个有人管着，是吧？大家都知道是你的时候，你在那儿奴颜卑膝的啊，对领导这拍马屁，是吧？但是一到匿名了，一戴一个面具就乱跳，就没人知道是你了，你就什么都敢干。奴才性，他就说这正是奴性的一种表现。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郑教授的意思，不光中国人是这样。对啊，你看，我觉得最典型的你可以看日本，那么他这个社会跟中国社会相当的不同，可他非常重秩序。那么你看日本人一离开他这个有秩序的日本之后，他做出什么事情来，是吧？对对，他到珠海就不大对头，买春。他以前到台湾不是这样吗？你看黄春明写的那个小说，对对，是吧？撒由那拉再见，就是讲日本人嘛。他一离开日本，哎呀，那简直就是疯狂了，千人斩俱乐部。我觉得他到中国那个时候，比如说是南京大屠杀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他的兽性出现了，也跟这个有关。离开了他那个秩序，他那个秩序，他到外边就没规矩了，是吧？那么我就在想，那日本为什么是这样呢？那欧美的人是不是也是类似这样子呢？从人性上来讲也是，是，但是只是他那个规范的时间久了，是渐渐就变成一个集体无意识了，渐渐就到了红灯。比方我刚才讲红灯这个事情，我在红灯停下来，你说我想到上帝也没想到上帝，没有，你说罚单也没想到，你习惯了吗？就习惯了。而旁边的车，出租车刷刷三辆超过去，坐在我边上的人就说：“你讲这个没探头啊，你还停什么？”你讲这个状况，我在杭州碰到一次，差点把我压死了。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前一段时间杭州不是都飙车吗？七十码啊，飙车飙来飙去呢，结果他那个市委就下令，说是所有的车碰到人行道都要停下来。好，那我那天我走到人行道，结果这个一个大巴士就停下来了。我说这么好，就再往前。出一辆小轿车，哇，差点压死我了。但我就想，原来是公家的这个车子，公交车听话了，听话，小轿车不听话，私人的，真的差点压死了。
那我觉得这个更危险嘛。不过讲回那个稳滩机场啊，嗯，这个整个事件就是因为这个稳啊，使整个事件添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嗯、你说他要是不是稳，他只是去找个行李，这个事情的新闻性传播没这么大。哎，我觉得而这种机场追进去稳，其实也是受了美国文化的影响，是啊，是啊，对不对？嗯，中国人过去也没有。而且我觉得你讲这事啊，我觉得这个报道说把它稳突出的是中文报章啊。哦。英文报章，英文报章，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新闻，我听了这个 NBC 啊，我没看到，没有强调，没有强调这个 kiss 啊。哦，哎呦，这有意思，咱们媒体的这种，你注意一下。但是我告诉你，我以前插队的乡下啊，他们农民啊，他们就直接性交，他们不稳的，所以后来列宁在1918电影放。他那个瓦西里跟他妻子一拥抱一 kiss 嘛，不得了，他放电影的人就把电影停下来，不行，这不行，然后跟农民说两公婆，他说这是两公婆啊，两公婆，说明一下，然后电影继续放。第二天后来农民啊，他们就在里面说谁谁谁啊，搞西洋。哦，搞西洋，他们就把 kiss 称之为叫搞西洋啊，亲嘴就是搞西洋。你说，所以这个我不知道。当然，我们古代大概文是传统是很长久的，有的，我相信有，不见得，但不见得，我的文也是学的。那是现代，是学电影上我才知道男女好像还有这一出呢。原来就知道性交嘛。啊，是。所以从本能上，文是一个后来演化出来的文，挺文化的一个，是一个挺文化。可是中国古代是有文的。亲有的有的亲嘴亲嘴啊有啊、嗯、一直有，而且你看小说戏曲里头讨论到这个东西，戏曲演舞台不能演、嗯、啊，可是小说里头都有小说里、啊、但是至少我讲的就在文革那个时候、嗯、在乡间他们真的把这个行为叫搞西洋、啊、这搞所以现在搞到西洋去了，对对对，搞到西洋搞到西洋瘫痪了，把西洋翻地覆，没错。